他吗？可以帮，可以，可以帮我马赛克吗？我这样就好烦。我等一下，我在哪家门？我的名字，我在哪家门市？我担任什么职务？这样，三弟，三弟，没关系，刚好给后面的人有个喘息。Hello， 我叫焦小凡，我在台北民生工作。担任接待员的职务。他走来，走来，走来，一次把它讲完，他一次要讲完，你就讲完。